23号啊，看看密云的风有多大，这么壮的大柳树直接给刮倒了，连根拔起啊！真的假的？刚刚晚上8点，天津和平区下起了瓢泼大雨。仅一个小时的大雨，这里已经变成了水城。都让你看看，哎呦我天哪！这是下雨的，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头一次遇上这种场景，哎，跟海上那个台风飓风似的，看，哎，哎呦我天，下雹子了你知道吗？看看，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天，外面现在打闪，就跟谁开了闪光灯拍照一样，家里的灯都在晃，太吓人了。咋的？高速路线。
我给你拿点。我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大代表龙文霞，通辽市燕尊丹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我公司向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实名举报曝光通辽市黑恶头目胡日茶等人重大犯罪线索。上世纪90年代至今，胡日茶依托家族及保护伞背景，借助黑社会头目薛光辉、易连峰的势力，涉嫌开设赌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行贿诈骗、偷逃税款、虚假诉讼、妨碍作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高利转贷、暴力催收、非法传销等多项重大犯罪，欺压百姓企业，大肆攫取财富，肆意践踏法律，侵害国家利益，并在其保护伞保护下成功逃脱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迄今逍遥法外。1995年，我公司在通辽市中心购买了一套132平米临街商业房，后城市发展，该商铺一路飙升为千万元价值。胡日茶在民间高利放贷及贷款对缝。2009年5月，胡日茶以帮助我公司联系贷款为名，骗取该房屋产权证，通过通辽市原房产局杨进谦小姨子张杰向杨进谦行贿12万元人民币。杨进谦违法签批，在我公司不执行、未到场情况下，于2009年5月27日将我公司房产违法过户到胡日茶名下。为避免案发后追逃，胡日茶将该房产恶意过户到薛光辉名下。2024年7月，历经4年行政诉讼、6次开庭审理，胡日茶依仗身后保护伞背景，嚣张至极，公然到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恐吓、威胁主审法官，到自然资源局威胁证人，甚至将已判无期徒刑、正在外省服刑的黑恶头目薛光辉改变证词串供，保护伞之强大，中央扫黑督导组多次查办，毫发无损。2024年7月10日，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通辽市自然资源局房产事务服务中心于2009年5月27日给胡日茶颁发房屋产权证通房证D056704号违法。我公司依据判决，多次向自然资源局要求恢复产权证，该局律师赵慧军故意刁难，要法院出具手续才给办理。法院认为终审判决已生效，自然资源局应即刻自行纠错，给燕顺斋公司恢复产权证，无需任何手续。目前判决生效已1个月，在赵慧军百忙阻挠下，自然资源局依然无任何作为及答复。法院终审判决仍拒不认错、改错、纠错，国家行政机关公信力何在？赵慧军律师所作所为：一、胡日茶诈骗案已成立专案组，重新侦查。庭审现场，胡日茶公然污蔑办案领导及通辽市政法委领导，叫嚣就凭这几个领导想推翻刑事判决，那是扯淡。赵慧军在旁大笑配合，引发法庭轰然，严重
损害国家行政机关及法律从业者形象。二、庭审中赵慧君多次配合胡茶虚假陈述，抵赖狡辩。赵慧君宣称房屋交易价格并不是登记机关办理转移登记时需要审查的范围，当众闹出笑话。三、赵慧君宣称登记仅对材料进行刑事审查，变更登记不需要对房屋进行现场勘查，无置换的房产也可以办理过户，置换房屋一人有房另一人没房也能置换，还可以办理房产证，致国家行政机关公众形象和公信力荡然无存。赵慧君不懂房产转移登记业务和房地产管理法，连基本法律和行政法规常识都不懂，法律素养如此低劣，如何混入国家行政机关律师？背后有没有利益输送或违法犯罪？我公司将持续举报曝光胡茶等人重大违法犯罪事实线索，请有关部门从速介入彻查，打击黑恶势力刻不容缓。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